真正体会父母心，你做人是大了后，不忘你的得人疼，真体论你就记好条，希望带着好牵手，希望嫁入好人家，大家当然是父母，真心对待爱在有效。多谢你呢，这摆麻烦你吼，帮我洗遐尼侪衫。先生娘，你莫遐尼客气啦，我是洗愈侪吼愈欢喜呢。来，我甲你吼对一下。啊，大领的吼是12领啦，啊细领的17领，啊迄囡仔的衫吼，迄外套我嘛算细领的啦。来，啊你点一下。嘿啦，免点啊啦，我唔是头一摆吼，麻烦你帮我洗衫啦。对啦，啊我甲囡仔吼，还佫几双啊布鞋要洗，干会就。当然没问题啊！啊，是讲先生娘啊，你是不是有一个查某囝叫阿莲啊？阿姨跟阮家阿秀啊，年岁差不多啊。我会记得，跟阿是同年哦。这摆吼，嘛要麻烦你帮我洗伊的鞋啊。哎，这个囡仔吼，有几落双布鞋拢垃圾去啊，啊唔摕出来洗啊，啊就全部拢等伫眠床脚哦，搁去买新的。哎，等我这摆发现吼。拢已经有味啊啦，真正是客无烦。啊，是安尼啦，啊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甲你参详一下啦。啊是啥物代志啊？这你讲啊。我先来走啊。哦，先去先去啊。我先来了。好，先去先去，辛苦你啊。阿好啊。小老板，哎呦，你总算是晚上下班啊！哎是啦，我都来得整理一下粪扫倒倒的，无注意时间嘞。哎呦，我唔是甲你怪啦，是讲吼，看到你吼主动捡工过来做吼，我看到真欢喜啦。哈哈，阿舅，这是今仔日的薪水。多谢。小老板，敢那唔对呢？啊是倒位唔对，啊都比咱讲好工钱搁较济呢。你的工课吼比别人做较济，啊工资当然就较济咯。无啦，赵老板，迄是我加薄咯，啊若无我用伫厝内底也无代志通做啊。是啦，这男子汉吼，若讲无工课做，真正就无价值啊啦。咱大部分人吼，都是爱担起家庭的负担啦。那你赵老板以后都要麻烦你，有什么石头，要介绍我呢？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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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诶，无问题啦。阿伯，我先走。哎哎，好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老板，搁什么代志哦？我拄仔想到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前几工啊，要办桌，不过伊这个人足啰嗦的啊，试了几个总破西哦，伊拢无满意的。无要紧啦，我试看卖，我来甲伊讲。我唔知影讲。这石头介绍给你是好啊，是唔好啊？因为吼，总共一句啦，伊这个人是做经济的啦。无要紧啦，上经济的人拄到我一定满意啦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吼。你做代志吼，我是做信任的啦。
我相信哦，这個、石头哦，由你来做，一定无问题。来来来，这個、电话给你。小老板，多谢你耶，我一定尽全力哦，接这石头。小妹啊，阿哥你无闲哦，阿妹来无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介绍，这位哈、哦、是陈中福，伊是暂时哦来阮工厂做事啦。哦，叫阿福就好啦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叫阿添啊啦，是恁头家外头小弟啦。哦，对对。啊，等下要做伙来无？要对。嘛就小忙一下啦。啊、我讲啊，还是卖去啦。啊，都唔是叫你去播，啊，其实看人耍嘛真趣味啊。而且恁头家嘛要去，啊，你要去陪一下哦、喔。好啦，啊，就做伙来去啊。啊，你若去吼、喔，感觉无聊，你会使先走啊，无要紧啦。好啦，行啦。好啊，啊你回来哦，那徛伫遐，袂忝哦，来遮坐啦。啊是安怎啦？若袂忝哦，来遮坐啦，陪我啦。我等下哦，替囡仔改衫啦。啊，伊拢变悬啊哦，起码这裙拢足短的啦。好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是工课搁做了无顺利？啊，是冰刷的时阵，倒位受伤啊？啊，是你掉刷啊？无啦，工作真顺利啦。啊，嘛有人介绍去板道做多技师。有人介绍你去做工作，安尼袂歹啊。啊，是讲你的面色无够好看呢，是毋是倒位真正无爽快啊？无啦，我身体真好啦。这下，是是的啊。啊，内底哪会空空？我了，下暗有人找我去报警啦。我了，你把薪水拢报了了。阿秀啊，来，阿母，这双鞋摕去穿。运动鞋。这是阿母吼刚借的啦，啊嘛是有人穿过，啊不过我希望你会当在运动会顶头走第一名。阿母，我会加油，我会穿这双运动鞋啊，摕到第一名，咪好好家己爱惜。嗯，爱惜是对的，啊不过哦，保护家己搁较重要。我知影你做代志足认真诶啦，啊不过哦，啥物代志尽力就好，知影无？我知啊，啊，你咧包便当哦，嗯，包好啊哈，嗯。这星期摆就要现人啊，你阿哥足欢喜。当然欢喜啊，这是阿母招来运动的，一定会做足紧的。
阿母对阿上好啊。只要你做第一名，阿母就足欢喜的。哎，上来，上来。是啊，你完整无？我要紧无？是啊，就这个。我会当杀你啊！咩？就这个。你啊！阿秀，你有听未？这这，阿母，阿母，完整无？阿是安怎啦？阿秀啊！哎呦，阿你哪会受伤啦？哈？就头拄啊，有车骑足紧嘞，差一点啊就弄着阮。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啦吼，乖。阿弟啊，你先去读册啦吼，啊顺便甲阿秀啊请假，来，册包给我。好。落来较细腻哈。好。啊，注意车嘞哈。好。阿母运动会。哎呦，拢受伤到安尼啊，搁啥物运动会？啊，真正是互你惊着。啊，搁有倒会疼啦？无啦，就食个脚头骨。好啦，囝啊，来去溪边哦，甲空嘴洗洗咧哈。阿母，咱先洗下好无？我寄垃圾家己去洗面池去，你得陪人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阿母吼会甲这鞋吼洗好清气啦。哎呦，啊拢受伤到安尼啊，搁想着鞋的代志。好啦，来。阿母，记得。啊，无代志啦哈，来。一定要甲鞋洗好清气哦。好啦好啦。啊，无代志就好啊啦。哎呦，你哪会搁在哭啦？你真正是爱哭神呢。我就是感觉，我啥物代志都做无好势啊。你若想讲会用摕到老爸，好少也少袂用。啊，不过真个啥拢无。是啊，啊你之前哦，讲要去参加比赛，想要赢老爸转来，啊结果无赢着啦，啊转来哦，煞食几人碗饭嘞，啊今仔日啦，无去参加运动会，好好表现，啊煞哦去跋跋倒，啊逐只鞋啊，闻到遐个垃圾去。阿母，阿秀啊。真哦，阿母感觉讲，虽然哦你无赢着大比，阿嘛无去参加运动会，啊，不过哦你遐尼拍拼去争取家己想要爱的物件哦，这种精神真好，也咧鼓励啦。啊，不过我啥物代志拢无做好啊。这个世界上哦有两种人啦，啊一种哦就是要吃唔讨叹啊。啊，常常安尼怨天怨地怨别人啦，唔知影通好珍惜。啊，一款人哦，就参像你安尼啦，足认真、足打拼去争取家己要爱的物件。阿母无法度甲你讲，你打拼争取的，一定会得到成功啦。啊，不过有一句话讲了真好啊，骨力吃力，便当吞烂啦。你知影啥物意思无？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哦，只要你肯打拼，就算讲哦无啥物成就，嘛是会当赚一顿饭食啦。啊，若是哦你唔肯打拼，吼、哦、你干那会当哦吞嘴烂枵巴肚啦。嗯，我知啊。啊，搁有阿秀啊，你若是惊鞋啊吼垃圾洗袂掉，啊就莫安尼一直哭啦，哭是会当解决问题哟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照顾的阿母啊，阿母会用替我解决问题。嗯，啊，搁有阿盖哦，你阿盖若搁安尼哦，我着直接哦，甲你卖予别人啊，去替别人洗衫，啊，顺便哦买一双鞋啊。阿母这样唔甘嘞？你只看，我甘唔甘？一定哦，好好好，我较轻嘞。这空嘴哦，袂用去擘着嘴哦，哈。
好，多谢阿母。嗯，阿爸嘞？哦，你阿爸哦，去办桌啦，今仔日无伫厝诶。有人找阿爸去做总铺师哦。是啊，我等一下吼，要送洗好的衫去给人客，啊，顺便要去找伊。啊，你踮厝休困，知影无？哈，卖个别乱走哦，哈。好帅啊！哎，头家。哦，你的手艺真赞呢。头家，多谢你啦。好帅，你今仔日办的这些菜哦，料好搁实在，每一个来吃喜酒的人家哦，大家拢学了才会得志啦。我看哦，你也加请两个卡手，啊，若无以后哦，你摊头若做，你是会做袂起哦。无啦，头家，无你讲遐尼好啦。有啦，这确实的啦。啊，来，这是阮朋友的电话啦。哦。伊讲两个月哦，就要娶新妇啊啦。啊！我拄则有敲电话予伊哦，甲伊提起你啦。我真期待吼，到时阵我若去食伊的喜酒哦，会当食你办桌的菜。头家，多谢你。免多谢啦，迄是你的手艺好，当然爱宣传一下啊。哦，你予大家食了好，欢喜，安尼较重要啦。头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搁去研究哦，几项新菜。哦，安尼真好，到时阵哦，我就等食你的好料的哦。好好，多谢多谢。啊，头家，对啦，头家，哎，对啦，这菜尾你要安怎处理？菜尾，嘿，菜尾不是你的炸账？我是袂安尼做啦，因为迄菜哦，拢是主人付钱的，哪会当讲哦，我要炸走就炸走？阿伯呢，头家，看你等下哦，是要分两大家炸转去，还是你要炸转去厝的？看你安尼决定，我配合你。嗯，好啊，你真完整的，我安尼食到食啊尔多哦，唔捌拄过像你哦，这完整的总铺师啦。好啦，这小可代志我应该做诶。安尼无，等下嘛，你帮我包做一包一包，啊，看谁来要订哦，都先炸转去。好，我知。落来啦。没啦。啊，我先来无用。好，多谢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喂，吴小姐，你怎在这？我要无用煞咧。嗯，我来甲你斗三工啊。吼，我惊你哦，行唔着路，啊，顺便哦，陪你来转啦。敢原来是要搬转去啊？吼，我就惊吼，阮翁阁惊唔知路通好转啊。我带你转去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只物件收收咧，加车林小姐，你带我转去吼。我来甲你斗三工。有啥物件？哎呦，谢你谢你哈。今仔日安怎？袂歹哦。赞辛苦啦！啥？啊，是我跋水沟内底，啊人安怎无？啊，无代志啦，小可擦伤尔，我有甲抹药啊，即摆应该伫咧厝休困。哦，是讲这阿秀吼有够认真的啦，啊，伫咧运动会哦，为着要甲迄男朋友夜倒转来，安尼认真走啦，走甲跋跋倒。好啊，我伫想讲哦，咱是毋应该买一盒迄男朋友哦，给阿秀啊，当作是哦解鼓励啦。应该啦，阿秀哦，这么认真拍拼，应该也鼓励者。嗯。啊，是讲哦，蜡笔可能要等后届再当买。啥？你搁讲一届？你是毋是搁走去跋哈？无啦，拜托的，我是拢对你转来呢，我无咸着路，你何必讲？你甲我讲清楚哦，你是毋是伫外口搁有欠缴少哈？无啦，我这个班度。利润叫来较低，做信用啊，无咧趁钱啦。无咧趁钱，啊嘛加减趁一寡吧。有啦，加减哦，趁一寡。啊，我用遐钱哦，买一寡物件。行，先等。行，等等等。加贵加贵。
你回来哦。恁阿母哦，拢甲我讲啊，啊啦，够疼的。阿母甲我抹药啊，已经袂疼。你哦，都这样轻讲，看得出来都闪，还较注意的。阿母你受伤，老爸会是变了啊？阿爸，歹势啦，互你烦恼。无代志啊，啊！啊，不过真可惜，你阿老爸咯，无去啊，无紧，后界哦，阿爸就要你，都当作哦，对你鼓励，哈。我就知阿爸对我上好啊，多谢阿爸。不然你阿母哦，今仔日想要甲你买，啊，不过阿爸今日办到有先订一只鸡蛋来厝的，我就想讲哦。甲板头聊，你做伙听会较少，所以你个老爸咯，就等后界啊，哈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阿爸已经找到石头啊，一定真紧就当替你买啊，嗯。阿爸，你有加订一只鸡哦？阮足久无食，你后界板头是啥物时阵啊？阿爸，你一讲，我敢若鼻着鼻啊。应该是隔壁传来的，不是，是咱家。咱家？嗯，我去办桌之前哦，都先订，拄啊才摕转来。即摆恁二阿小弟小妹哦，等你外口食。阿爸，你哪唔早讲啦？万一互二阿食了，要安怎？明仔日要来，你啥这么欢喜啊？因为阿姊来时阵，咱就白饭会食。对啊，只有人客来咱家的时阵，才有白饭会当食呢。阿爸，阿姊明仔载会来哦。会啊。无必要。你莫搞骗哦。骗你要创啊？阿母明仔载会煮这个饭无？会，哦，要安怎？恁食饱未啊？食饱。食饱吼，册包排排，好去读册啊！好。我食饱啦。进去，进去。我去上课。阿爸母，我去上课。阿爸母，我去上课。落去较细哩哈。阿爸阿母，我要去上课啊。慢慢来行哦。好啊。无味啊呢。啊，人家要来总袂用无饭请人食，安尼就是咧就歹势咧。好紧啦，我来想办法。你想着办法啦。阿妹，我警告你哦。你袂用甲我走去跋筊哦。拜托的，好不好？我即马收本了啦，收本啦，即搬烂啦。我惊你去借啦。如输啦，吼。哦。喂，阿秀啊，你还不在家？啊，阿秀啊。阿贤怎啦？我的脚头骨搁伫个车。哈？啊，完全无啦哈？无啦，无代志。阿秀啊，你哪无爱叫恁二兄扶你去啊？我惊因个迟到，叫因先去啊。吼，啊你安尼慢慢仔行，行去学校，人拢下课啊。哎，
哎，安尼袂用的啦，啊，要安怎啦？阿婆，安尼啦，阿叔，我回去啊。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啊，我回去啦，行，啊，嗯，倒落去，倒落去，好。真贴心。无啦，无代志。来，小阿，阿爸甲你爱，吼。阿爸，你要甲我爱哦。对啊。咩啦，安尼行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你甲听甲安尼无多行路，阿爸甲你爱，吼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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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哇，好未？家己行，我袂忝。阿爸，无只白卡啦，啊？啊，不过你伫个流汗。行路哦，本来就流汗，而且流汗对身体真好。咱做人千万唔通行流汗，尤其囡仔，更爱流汗，知无？哦，我知，我来甲你试试个。哦，熊，阿叔啊！差不多几年呀，你才变遐重啊！我记你细汉时阵，我爱你行的时阵，走哪飞嘞啊！阿爸，我细汉的时阵，你有爱过我？我无嘞，你一出世就要行哦，敢有法搞？是嘞，我就放你耍。明明就是你先弄的，谁人我要甲你学习嘞？你是无洗目睭哦，看我来你嘛袂晓闪。你也毋是阮老大啊。啊，无恁老大会闪？讲。我甲你讲，等下阮老大来，你就惨啊！阮老大是读进学校的。小飞龙的呢？这边就知啊，我做老大，你有代志无？大爷，我无代志。
我甲你讲哦，你哦，莫家己来遮偏僻的所在。哦。乖乖，家在有水有冷，我就害啊。壮壮，你也常伫外口，常要甲白起冲突啊，知无？知啊。乖，你只飞起，踢出去，就像迄电影中的小飞龙。小飞龙。就咱顶届去看迄电影中的主角小飞龙啊！对对对对对！什么代志啊？听讲做工了相拍，吓啊！是安怎有受伤无？你这老大飞起来踢出去，就像迄电影中的小飞龙啊！哦，对，你足厉害呢！对，你英雄啊！哎呀，相拍还有啥物好的代志？算啥物英雄啊？若是学校知影，我有记过，变故伤啊啦！哎，安怎做来啊？啊，不过你常常翘课不用出来佚佗，毋是嘛会去用记过？哎，阿姐啊！哎，喂喂，讲遮歹听，啥物翘课啊？我是伫我无伫的时阵哦，恁这三个无读书哦，学歹啦，所以才常常走出来哦，把你顾掉的。这是我的用心啦，你敢不知啊？好啦好啦，你是老大，你是老大。那呢，今晚咱要去倒位？呀，来吃串冰。哦，串冰，串冰，我嘛要吃，紧。哎，歹势哦，我已经找到人啊。无要紧啦，多谢多谢。王老板，坐坐啦，你在伫遮？饮些汽水咧啦。免啦，我袂喙干，多谢你啦。来啦，坐啦。好。好啊，啊你怎会来遮？无啦，我就拄好有只过尔。对啦，好啊，我咧讲吼，确定啊吼，要食饭啦。啊，咱真久无见面啊，确定啊吼，做伙吼食些饭咧啦。免啦，王老板，多谢你，我袂枵啦。我会请你啦。这边来用的啦，有啥物袂用者？进前吼叫你来斗三工，啊做我的总铺师，啊处理啊足水贵的，即个主人家吼，大家吼都乌鲁甲会得志。哦，你吼足好面子的啦，你安尼甲我斗三工，我请你一半摆，嘛是应该啊。袂用啦，王老板，遐拢是我应该做的啦，而且你嘛付钱给我，你也无欠我。啊，你一个查甫人，啰啰嗦嗦。啊，请你是要安怎啦？我咧讲啦，这桌吼，给我请，后桌吼，换你请，安尼唔就好啊？王老板，啊，你要请我，我真感谢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咧在度请你。啊，你功夫好，手艺这么好，敢会惊无人要请你？王老板，我当当一个总铺师啊，即马煞变到要常常找石头，你讲看卖？我是不是很无路用的？好啊，你莫吼，搁自责你家己啊啦！即马吼，外口时机这么歹，连我办桌的摊头吼，嘛会使讲吼，拢总无啦，连带吼，都害你无头路啦。所以讲吼，大环境这么歹吼，咱就互相忍耐一下啦。我先讲哦。我想要找一个较稳定的石头，也无餐了要请我啦。我真正感觉吼，我出无路用的。好啊，你着吼，莫阁安尼艰苦自责你家己啦。我看你安尼吼，我嘛真艰苦。我看吼，我甲你斗三工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报一条啊，细条啊，互你去赚啦。我是要来赚。啊，你着知影。安尼，啊无就安尼，安尼谈啦。袂用的啦，我面阁薄，阮某甲见过过啦。而且哦，我无钱通薄。无钱，
无钱我先打你啊！迄个我明的，家己钱输赢就准拄煞，若果敢借钱来博，迄真正是无底深坑，会害死我家己的。好啊，我袂害你啦。啊，不过我嘛袂使借你伤济钱啦，结果就是办到一百个钱啦。啊，你若赢吼，就随行我啦。啊，万不如你若输，较过做工做赌的嘛，唔免惊啦，无啥物好惊的啦。安尼你也无啥物风险啊，你讲是毋是？今仔日一直咧拖大腿，啊是安怎啦？啊，着明仔载哦，阮小姐也要来啦。啊，厝的着无米通煮，毋知影要安怎啦。啊，恁小姐也是家己人呢，啊，伊嘛知影恁家的状况啊，伊袂甲你计较啦，你免遐烦恼啦。哎呦，啊，家己哦，食较饱会无要紧啦，啊，人家来。那有可能无甲留落来食饭啦，安尼足失礼的啦。你就是这么注重这礼数啦，所以你大家囡仔拢教甲足有礼貌的呢。家己散无要紧啦，啊囡仔哦，袂用互伊学歹啦。钱啦！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阿辉啊，来啦！来来来，啊，你有那十块无啦？哦，我有十块头落就好啊。我捡着十块呢。真的呢？啊，就伫遐看到的啊，我唔知谁落去的啦。嗯，啊，这也无人，你捡着就是你的，拄好摕去买米啦。袂用的啦。啊，万一这个人有结婚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这爱提起行人啦。啊，这是交我，除了你、甲我，啊，无别人啊。咱钱要害谁？哎呦，啊，那安尼是要安怎？这要安怎？啊，你捡到，你就提起买米啊。你唔是讲你小姐也要来，你拄好无饭通好请伊。即卖你捡到十块，表示天公疼戆人啊。袂用的啦，我常常哦，甲囡仔讲啊，咱人哦会当善，啊，不过哦，袂用的无志气啦。这下摕去行人啦，这不是咱的物件，咱袂用的摕啦。好啊，啊，无你讲即摆要安怎？咱甲钱搁等在水底好啊。嗯，当然袂用的哦。啊，是讲等下哦，咱转去街仔头的时阵哦，我再大声话，一户一户的问，谁的十块，谁的十块，是不是？有啊啦，家己哦，摕去警察局啦。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这钱顶悬也无啥名啦。啊，准讲来领的人是骗子，这钱同款嘛是无啊。安尼嘛对嘞。哦，我唔好看过你种怣人啦，捡到钱哦，不但无欢喜，还搁在遐烦恼。啊，有人哦，有钱嘛烦恼，啊无钱嘛烦恼，看袂过啊。来啦，我甲你教啦。这是天公伯啊，看你善良啦，要送你的啦，你就摕去用啦。准讲你也感觉袂安心，等到你以后有钱的时阵啊，咱再搁甲捐出去，安尼就好啊。哎、欸，老大呀、啊，上课最爱讲话啊，啊，顶辈老师都甲你处罚，啊，你讲唔惊哦？我嘛是尊着老师啊。所以这边哦，哦，坐靠后边，啊，讲话较细声，啊，谁知啊，老师耳光太好啊，嘛属于听到。哎，爹大，那呢，老师这个是安怎该处罚？老师哦，你叫阿一波，多一波，要摕粉笔哦，啊，你给我等呐、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在想啊，这老师哦，他在你搞搞快，是一个刀手，
才会牵到这准。所以讲，你叫牵着啊？哈哈，哪有可能啊？我嘛出一步啊。多一步？就是接杀奥斯老师哦，就出局啊啦！老大，你是怎够勇敢的呢？你老师哦，一定让你吓起笑啊！无啦无啦，老师无起笑，伊感觉足无面子的，伊就甲我讲：“陈宗富，你自己不爱读书，起码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。”我就应老师讲：“老师啊，那骑牛也不错啊，为什么要骑马、啊？”你乖乖，你讲的是怎个好笑的？嘿嘿，你是怎个趣味的呢？你老师哦，真正一定掠讲掠讲起笑。后来啊，老师讲：“陈宗富，你出去。”我听老师的话，书包拍的，啊唱歌，啊行出来啊！啊，你真正出来啊？啊无嘞，老师都叫我出去嘞，那做好心嘞，那会使无听老师的话啊？哈哈哈！然后呢，你是安怎要爬树啊？这你都唔捌啊？老师哦，叫我离开是离开教室，不是离开学校。啊，我想要离开学校，当然嘛爬树啊。安尼较漂皮嘛，水啊！对啊，你知哦，要怎我共款哦？我甲你无共啊，我是天资聪颖啦，你知？我读书知无？你遐戆啦！你遐戆啦！我读书啊。爸，我转来。阿爸，你今日干啥？补补课啦。哎，拄好，爸要去银行一撮吼，店主甲我顾一下。啊，妈嘞！伫内底有衫啦，店甲我顾一下，我赶时间。阿聪啊，可不来招我啉烧酒啊？哟，稍等下啦，我来去银行一撮，等下再好好甲你信两杯啊。哎，阿聪，你这是创啊啦？有话好好讲啦。我即摆咧是拜托你来救命。救命！你莫甲我讲什么代志，我再有材料甲你救啊。你这借我五千块无？五千块？究竟是想要创啥？我大叔叫，伊今日你要来收钱啊！我人提袂出啊，我都唔记啊啦！哎呦嘞！爸，你银行我去要利息。你哪会直接就医啊？迄钱哦是要摕来救命的啦，阿爸都无遐急啦。啥物无遐急？你银行若无钱，想要付钱给别人？唉，无要紧啦，先给用啦，我再想办法就好啊。啥物无要紧啦？迄个阿昌志哦，单边借钱拢是有去无回啦。你嘛知迄个人借钱绝对袂用的，你阁借遮尔大条给伊？阿富啊！阿昌这人吼，是阿爸哦，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好朋友呢。我明仔会当见死不救啦。假使我阿勇啊，还是阿姨啊来甲你拜托，我相信哦，你会做我甲阿爸同款的决定啦，知无？是安尼讲无唔对啦。阿唔过爸，你讲咱借落去，咱哪敢会破产啊？破产？唔单是讲啥要破产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大汉的代志囡仔莫管啦，管遐多，你管好你家己啦。啊！恁两个是安那？目睭大蕊哦，啊！目睭来目睭去，当作我无伫咧遮哦。无啦，我是叫阿父啊，莫甲你硬嘴。囡仔拢是你咧教的啦，教教的无大无细，硬嘴硬舌，那是安怎教的？闪啦闪啦！哎，啊！我要洗面啦。啊，水来。妈，是累啦，啊，你为着我，替我爸妈。无要紧啦，妈已经替恁爸妈关系啊，无代志啦。阿母来。哦，来啊。因为
转变爱的表现，未来才慢慢。